慢前我手没好，不让我打球，我给他帮倒忙。你们应该一起有点事吗？净帮倒忙，我都扯上面了，你又给我胡拉成一块儿了，这面都硬了，给我加点水，重新揉揉。又硬了，你让我加个水啊，我让你加点水，你快拉给它起来，我把它倒了，给我加点面，少加点，少加点。吃饭胡菜，你又吃不下，家人们谁懂啊。饱啦，帮我扒个蒜。行。你怎么咬的赖了吧唧的？你看看，我啃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咋吃嘛？哎，怎么了？好了，赶紧飞吧，你好了没有？赶紧，好了好了，马上马上马上。好好，我带你飞啊！好了好了，拜拜。不是说不打了吗？不是打球，是全明星街球派对。这是全明星街球派对，刚刚公测，里面库里、詹姆斯什么的现役超级都有，毕竟是有版权的游戏，不仅还原了球员的技术特点，而且这个游戏上手特点呢，我教你啊，你一学就会，比你在线下看我打球什么的好玩多了。那你快教教我，我想学你。左下角就能下载游戏啊。我要打外线，你去抢板。我要打外线。不，你这是个中锋，不合适吧？你别管，这局要败不赢我，你就去把屋里妈妈都吃了。啊。敲板敲板敲板，你别指挥我，传球啊，传不传？哎呀，哎呦，居然求你传给我呀。这你还健将呢，这都带不赢我。你真多，比我还多。你赶紧清理帮忙，快快快。库里三分是准吗？先从那边。不是，他这么多猫猫。我的妈呀。怎么了？来来，你看看来，我让你去打扫个卫生，你是跟猫打架了，弄了这么多毛毛，赶紧去洗了去，快点快快。Tomorrow， 这是你洗的衣服啊，来看看来，放九十斤一脚的，以后别洗衣服了，行吗？